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杰克，今天要玩手机游戏 Pokemon Master。那么这一款游戏呢，是在前几天就已经上架的游戏，不过杰克一直在观望。那么今天就要来开始玩啦。那杰克已经有刷完手抽了，有刷到一张五星，那我们就进去看看吧。那么杰克刷到的五星呢，是这一个三代的四大天王芙蓉。然后他拿的是仿黄夜灵，那我去爬文过，他好像是一个偏辅助型的宝可梦，就是拍主。那最左边呢，这是那最左边的名医呢，他是在第一章就可以获得的一个拍主，然后他是腾腾蛇，他也是五星的。过剧情的当中呢，也是会获得五星。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做什么？我们就打个一张吧。其实我有在想这个系列到底要怎么拍，那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这个系列该怎么拍，你们会比较想要看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就来打第二章吧，因为主线剧情只到第二章。第二章是急性子的少年和戴面具的坏人，那我们就出发咯。杰克，阿寻说他会在这个海滩，我快点去找他吧。我想先询问一下，阿寻是什么样的人啊？我想想哦，他非常的直率、纯真，是个非常好相处的训练师。他那直率又认真的个性，连我都想学起来呢。而且他还是个实力可靠的宝可梦训练家，毕竟连朱兰都曾经夸奖过阿寻哦。我迫不及待想要接近他了，走吧。一段小剧情，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吧，要来对战咯，要 VS 戴面具的训练家。如果把会使用草属性的名医排进队伍的话，可以有力的进行冒险哦。好，那我已经把它排进去了嘛，然后它推荐属性是电属性。那一开始主角的话也是有皮卡丘可以用啦，那我们先用皮卡丘吧，那就出发咯。哎呦，这不是在沙滩上会遇到的泳裤小伙子吗？哎呀，宝可梦战斗哦，三个，然后我看到是勇士鲈鱼。好，那我们一开始呢先打好坏心好了，那用电击，那左右两边的勇士鲈鱼就直接用能量球吧。能量球，好像可以快进诶，哦，可以加速。哦，野蛮鲈鱼吗？因为它是野蛮鲈鱼来了，居然输掉了我最擅长的宝可梦对战。既然这样，只好背着吼吼鲸游泳了。好重哦，吼吼鲸不是很大只吗？这三个奇怪的人是。戴着面具，面具男发现拍主了。要是获得强大的宝可梦，我们应该也能变得更强。哎呦，不要，我才不要交出去呢。哦，还有动画，帅！面具男，哎呦，大牙梨跟玛丽露，大牙梨怕电的话用电击，然后左右两边一样用能量球。我觉得前面应该不太需要用到特攻强化吧，就是现在应该都还可以蛮轻松的打，打赢了，轻轻松松。结果我的仿黄夜灵完全没用到啊，难道是我们准备不足吗？总之先撤退，走走走，快走。七等八等，然后仿黄夜灵六等。获得了一些奖励，来，急性子少年，阿寻要出现了吗？刚才那些戴面具的训练家到底是什么回事啊？我有听说呢，好像有戴着面具的训练家为了抢宝可梦而袭击别人。哦，是个坏人啊，看得出来是坏人。这些家伙真是过分，下次遇到的话，我可不会轻易放过他们。喂，你们这群人，给我等一下，是阿寻。你们是破坏队队吧？什么东西？
怎么他就是阿寻？不过他怎么这么生气？阿寻是我啊，我是明一。上把波加马，完全不听人讲话哎、欸，阿寻怎么会这样？要打架了吗？哇，完全没在听我说话、啊。对战喽！来啦 ，VS 阿寻，那队伍应该也都不用换，就这样就好了。阿寻来挑战了，然后搭配着两个泳装。那波加曼他是怕木嘛，能量球，左右两边用电击，用十万伏特吗？好像也不错。来个特工强化好了，等一下再一次，然后再用能量球。要害攻击，哦，他要拍组技能，水之光线，哇，防红夜灵，哦，还好我没有很痛，不过，哇，特工全部被捡回去了，尴尬。应该也要换我们用这个了吧？拍组技能，草之光线，有他残血了，不过粉红夜里要死了，等我先帮他。好，这样至少剩下中间的波加曼，来，伊奎奥。波加曼倒下啦！等等，然后接下来是打倒破坏队，首次通关还有阿寻可以拿，三星阿寻。搞什么啊！我竟然输给了破坏队，我们不是破坏队哦。好好说话。天哪、啊，这个人到底是？咦，你是名医啊？难道说你们不是破坏队？你终于发现了，真是吓了我们一大跳呢！搞什么啊？是我搞错了，抱歉啦。有一帮戴着奇怪面具的可疑家伙，有，我们刚有看到。嗯，我们刚才就是被他们缠上了，真是一群伤脑筋的人呢！为什么要做这种坏事啊？他们竟然去抢过迷你们的拍档宝可梦，那帮人实在是太过分了。豆儿，你们怎么会来这里？是要打倒破坏队的吗？破坏队到底是什么？是面具团吗？有事情要找你。然后杰克，让我来正式为你介绍吧。这位是阿寻，他是神奥地区著名的训练师，虽然有点急性子哦，不止急性子哦，我觉得他刚刚还直接。六亲不认乱打人啊，哈哈哈，但他是非常可靠的人哦。好哦，正在寻找愿意一起组队参加 WPM 的拍组。哎，看来要参加了吗？听说破坏队有个据点就在这附近，我要怎么办呢？这节课该怎么办呢？助阿寻一臂之力吧。Go go！ 加入咯，阿寻加入。听说破坏队常常聚集在这附近的洞窟。好，我们来比赛谁先抵达吧。这首也要比赛吗？直接一起去找就好了哈。哦。俺，サバタウンのジュン。それどこって言ったやつは。罰金1000万円。三星的阿寻和波加曼，那么接下来是洞窟里的破坏队，那也不需要更改，直接出发。破坏队怎么又是你们两个、啊？
这不是第一章节的东西吗？面具男，我感到背后有人正在盯着我，该不会？怎么又是你们啊，坏大叔？来吧，对战喽！哎呦，这意思是打完一个还有一个吧？对，是这样。先叠个特工。电击只能打中间的姆克音，我不知道，我记得第二阶段进化是什么了。OK， 解决。轻轻松松。可恶，你们给我记住。哎呦，走到洞窟里面了。哎呦，还是面具团的人啊。还有点秃。哎呀，怎么会有人外人来到秘密据点？后面的守卫到底在做什么啊？外面是守卫吗？哎呦，有不错的宝可梦呢。我才不要给你们接手，来吧，对战。研究成果を見せてあげましょう。那中间是大鳄鱼，他怕能量球嘛？来吧，不可以一发死哦！可恶，十万伏特。用个电击就好了。超音符应该电一下就死了，没有哎，要半只有半血，再电一下。反黄夜灵有暗影拳，不过暗影拳好像。打这个好像没有很好用，那就用能量球吧。解决，战胜了。太强大啦！当然当然。哼，快撤退吧，先暂时撤退吧。等抢到能赢你们的宝可梦后，我们就会再卷土重来的。拜拜拜拜拜拜拜！你手这样不酸吗？真的？やった！また絆が深くなったよ。那这一章应该就是到这里了吧？不知道后面还没有没有？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？哎，有哎、欸！洞窟里的破坏队二，这后面还有更强大的头头吗？这不是游泳的，来吧！不好好游泳，在那边当面具团的。哎呦，这次可能要打久一点哦。暗影拳。那暗影拳有没有用、欸？哎，感觉没什么用啊。啊，电错了，可恶，亏。浮潜右哦。先电击好了，再电一下。最后一个能量球，OK， 结束。竟然还有肌肉不能解决的事，当然啊，怎么是这个邪恶女？请吧，请吧，居然不挡了吗？好哦，来吧。
哦，都怕草属性。再叠一层。好。能量球。欸，居然没有一发欸，我想说可以一发死。可恶。那左边的这一只先好了，好像是漂浮泡泡吗？我有点忘记名字了。其实后面的宝可梦，后面的世代的宝可梦我都有点没有很记得。打赢了。好了，反正我该做的也都做了，我的责任就到此咯。等等，其实我们在练训练家吧，不在练宝可梦。洞窟里的相遇。喂喂，被我找到了吧，破坏队。他是感觉是训练师吧，应该也是个拍组。他没有戴面具，搞不好面具队的不想要戴面具也可以吧。又搞错了，抱歉。算了，没关系。我叫梧桐，身为宝可梦训练家，我无法饶过破坏队那帮人，我是来打倒他们的。哦，这里就是他们的据点吧？所以他是来打完，他已经打完了吗？谁知道他们会从哪里袭击？哦，好哦，说袭击就袭击，来吧，上吧，不用动，出发。哦，前面三个泳装男，大牙梨十万伏特，毒鱼的话能量球，还是加个特工好了，想要一发秒。电击，这个应该是水属性欸，好用一下吧。好，第一批的收掉了。哇，剧毒中毒了，粉红叶灵中毒了，90滴还可以，等一下可以用拍组技能，应该可以秒掉。哇，好毒哦。电一下，电一下，再电击，会剩下中间的蟾蜍。开主招式，结束，蟾蜍王倒下。来看一下什么可靠的伙伴吗？是刚那个梧桐吗？谢谢你们，多亏有你们出手对战，才能迅速收拾这帮家伙。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本来就是为了这个东西来这里的、啊，对啊。既然打倒了破坏队，我也安心啦。接下来就是为了 WPM 努力喽。哎呦，你是要参加 WPM 的吗？梧桐有兴趣吗？不，还是算了，我想要自己组自己的队伍。OK， 好吧，那看来应该是后面的竞争对手了。想要找伙伴的话，可以去火山区看看。嚯、哦，听说有些宝可梦训练家会在那边休息。好，那我们就去火山区吧。结束了，应该是结束第二章了。现在可以透过商店选单中的交换道具，获得招式剂量槽加了。
哦，可以用到最大值吗？应该是吧。哎、欸，你们是？喂，没错，就是你。竟然敢戴着没品味的帽子在本大爷面前晃，你挺有胆量的嘛？なんだ？狼牙吗？是这样念的吗？狼牙？你是狼牙？怎么突然来找茬？你是说杰克的帽子吗？我的帽子又干你什么事啊？真是没苦鸡的家伙。哎呦，你根本不适合出现在本大爷统治的帕西欧。你是谁啊？吓到了吧？本大爷是狼牙，这座美丽人工岛帕西亚的创造者。创造者这样也太自大了吧？也是世界宝可梦大师赛的主办人。哎呦，你好好将这个伟大的名字铭记在心吧。啊，嗨。话说，我叫吉尔，请多多指教喽。我是罗伯，要是有人敢对少爷不敬，我们俩绝对是不会放过的。哦，看来也是后面的大魔王类型的吗？不过像你这样的大外行，大概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吧。太自大了，不行，母汤，这很讨厌哎。你们是一对有前途的拍组，我敢保证。Yoshi， 去下一个地方吧。任务开放了，好的。来，蓝景，我来抽卡了。抽起来，我1200，四抽吧，看会不会出个什么。来吧。哦，彩色的。哇塞！四天王的梨花，好爽哦！不过手，刚刚的画面好像不太正确，不过没关系。第二抽，哎，这应该是一般的了，还可以。这是三代的第六道馆，然后它是大嘴鸥搭配的大嘴鸥。我想要木手工，不然有没有机会抽到木手工？嗯，普通的，我有了。拍组招式变二了。这是三代的第七道馆的双胞胎的其中一个，彩色，好像没有。阿里，这个我就没有什么印象了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 Pokemon Master 就到这里结束啦。那大家有什么建议的话，可以在底下留言区告诉我哦。其实我对念台词这方面非常的不熟悉，就是很容易卡词，所以才会在影片中会觉得好像稍微卡卡的。那是因为杰克的本身朗读的技巧就不是很好。那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可以在右下角点个喜欢，或在喜欢的上面有个订阅。点击订阅之后呢，旁边有个小铃铛。我是杰克，我们下一次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那杰克的直播呢，会在 NoNo Life 直播，平日的时间是晚上8点到10点，假日的时间是晚上8点到11点，只有在星期一和星期四没有直播哦。